这是龙宗权。嗯，这上来是严大师的号还是自己的号？这什么意思？这搞的这个 ID 正式服。M 四的 King 永远 ，M 四的 King 用 Barry 经典。不了解，这辆车差，哎呦，这第二辆车没扫到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距离，职业选手啊，娱乐赛是不认真了又。哎，一换一，经典，王哥打掉一个。行，可以。但小海那边已经倒了，幻神又打了一个。我说近点感觉威胁已经被处理掉了，那小海的位置应该是可以救的，只剩防区的林树。我有时候在想，这和正式比赛有什么区别呢？就正式比赛也这么打，对吧？赛啊，类似于那种，我感觉。我觉得就短平快，对吧？这种比较好。哦，哎呦 ，M 四 King 没了呀，倒了永远。这边一二三队有点难受，这个位置强项有点多。嗯。两个人都倒了，出事了，这波出大。哦，哎呀，还不出来，还不出来，都看到你了。天威十二的，这是大威兄弟啊，这边感觉探了一下，感觉不好走，有人拦截。哦，一枪！哎呀，这个周平安他们这个桥不太敢过呀。刚才也是眼看着几支队伍过去之后被打得有点惨。那个望远镜啊，就可以看到这个标记。哦，这颗枪秒雷跑过来的福爷哥直接被炸倒。小北踩火，哎呀，又来一颗雷补了伤害。这挺难受，主要是有一个十一号队伍啊，鼻毛丝儿。一直在架这边啊，是，小贝那也没了呀，圈已经快到了，我这个位置，这位置直接裂呀，嗯，那两兄弟是倒在了厕所外，小五被补掉，雨神也倒了，不良还要看侧翼，侧翼的队伍也要来，有队伍一个方向，萨摩这颗雷能不能扔进去？进去了，哇！我进来不关门，随手关门的好习惯呢。啊，还是一些固定的盲扎点啊。是，专业团队大家都是。是的。主要确实 CDG 正常打也会来这个地方，那他们很喜欢来这个地方。所以王骚带队的时候啊，也给了一手指挥。哦，姿势非常的好啊，像在度假，靠在。桌子上，哦呦，艾坤上来直接秒一个。这个甩狙一哥就是鱼人选手，是，他配得上这个 ID。嗯。哎呦，小九，还得是老 ARK 的羁绊 ，Korba 过来救了一手，冲的有点太凶了，艾坤这里。哇！幻神打倒了马云龙。不过这个就大家如果记忆力不是特别好的话，你现在倒地之后他不知道是，你是以为 ID 看不明白，看不明白的啊。小鹿那边也倒了，不 happy 体验卡，感受一下，疯狂压制啊，扣的19，找一找有没有甩狙一哥让我狙一下。菊哥主要拿的是把连狙，这反压制怎么能会被困在这个炮楼里啊？哦，这应该是119一个头皮位打了一个，是打的正是甩狙一哥，而且119四颗雷准备放进了再扔。哇，周边走为红点控枪一把 Barry 啊，有点小混烟还来了来了，刚才藏的道具不留了，直接灌。这一波抬不起头来，烟也快散了，烟快散了。这个正面被补了。侧身正面五一打一打一，九打了两个，这没了，这就一瞬间就没了吗？两个了。小笨蛋，
后刚被秀起来两颗雷，两颗雷轻松解决。那小笨蛋队拿到了这个反扑，可以来搞一下这个 Crazy Crazy 了。那 Crazy 已经倒了，好难。LP LP 这个场上四个 New Happy 的都在，看到没？是啊，四个人都还活着。一男，一男是在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炸的是 Crazy Crazy 啊。对，这 LSP 这个位置有点站不住啊。这几个烟没了的话，你这个能动的位置能。王哥在拉角度，他那个角度主要是他看的也有限啊、而且烟已经封好了。哦、有雷啊，好雷啊！今天幻神这个雷他真的，真的离谱。今天这个雷来了来了，冲了冲了，要冲了！刚好烟散了，投币位的枪。哇，全是雷啊，又是小海的雷。嗯。哎，解决战斗速度很快。嗯。哎，十二号队伍啊，就是法棍啊、面包人队啊，林树。林树救起来一个妹妹，嗯，小丫头，刚才那会儿看的时候只剩一个人了，要救的，对的，一男大哥今天穿了自己打下来的衣服，对吧？多玩几把肯定没问题。是，小笨蛋队，啊，打你亏得亏得，亏得亏得就两人了，泡泡和天天，嗯，接着救，还是能救的，看到没啊？还是有烟。另外一边在猛锤，哎呦，这局感觉打完了，打完了，嗯，这局很有机会啊 ，LSP。好、哦，这个小折角，哎，那、这个应该是有车还是有点掩体？再来一个，啊，都已经撤出去了，炸了个寂寞，这，喂，上房。飞机翼倒了，这和预想的剧本不太一样。到了呀，经典全举着连狙，三个人开枪了，这是个必杀的机会。但是第二波拉枪出了点问题，哎、有雷吗？我刚看没注意。天天，如果有雷的话，这波要真的出事。嗯，名场面预定，这三个人站得这么紧，可能 Barry 的话打俩估计还有点机会，也清理掉。而且另一次，这个。一男他们，这是小笨蛋队，也来做事情了。嗯 ，LSP 确实现在舞台越来越大了。王哥已经过去了，一辆车划过来，贼机借这颗石头。这个一男他们，那我觉得还是就不越过这个坡嘛，尽量在幻神的这个视野范围内活动。哎，看到没？喂，完了，要倒人，倒人就要出事了。但是幻神一直没露枪，幻神刚才是没露过枪的，小海顶住了，小海。我的超人，雷来了，拳也过来了，小心、哦！这是个闪，幻神给爆点，小海打个血、哎，幻神高点再给点压力就更好了。王哥这再打一个。小海的身位，小海的身位有点怪，要小心。压住了，哎呦，骄阳也倒，那现在三打一，救起来，哎，对，而且很快救起来了。是的，这波对面也救起来一个。哎呀，路威啊，又被打了。五六七还是很猛，但这边被秒杀了，只有明强。哇，小海攻